你是点猪排还是鸡排？哦，你们都是猪排，但鸡排也不错哦。你吃得完吗？应该没问题。猪排啊，我问这个酱，酱我不知道，你就先沾一点点看看，沾一点点看吃一看，看喜不喜欢。这点像沾那个炸虾的那个酱。嗯。问老板要什么酱？不好吃，很好吃。